那个，那个王菲，我真的是服了。那好好的，我在那里上班呢，怎么把我给赶走了？我真的是服了。什么一条狗？你才是一条狗吧？不会说话啊，不会说话就不要说好不好？那不会说话的话就不要乱说话好不好？那个保安你呢？你去做你这你要你不？你去那个王菲公司的话，那个王菲她不要她更不要你吧？我真的是服了那个王菲，我真的是没见过像他们那个王菲，我没见过像他这种人，像他这种那个那么小心眼的人，我真的是第一次见，我真的是服了。然后他开了一个公司，有什么了不起吗？对不对？我真的是服了他，他就开了一个公司的话，他那个价值的话，比那个天都还要大啊！他就开了一个公司的话，感觉有多么了不起一样的，对不对？啊，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服了，我真的是服了，就开了一个工资，直接哦，就开了一个就开了一个公司。那个王菲，她那个公司，迟早一天，迟早有一天要倒闭，我就这么说。他开那个公司，迟早有一天倒闭，就开了一个工资，竟然把我给开除了我服了，我那个我上班的时候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对不对？那个爱娶不了家人们，你们说一下，对不对？那个我每天都是。好好的去上班，那个前面的话，我早上去上班，我也是我的错嘛，对不对？早上上班的话，前面的话我也有点迟到了，但是后面的话，我都是从来没有迟到过的。然后晚上也是，然后那个晚上也是我们那个队长他也是让我。8点就下班了，然后我还是直接，多上了半个小时，八点半才下班的，我真的是服了，我那么尽心尽力的为他，在他那个为王菲那个公司好好上班，好好的去搞，然后呢，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的话直接。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他直接把我给开除了，你们知道吧，家人们？那是不是很不公平了，对不对？别在那个直播间打什么小小的狗啊！我看见一个我就踢一个啊！那个会不会说会啊？会不会说话呢？我不是说全部人，我是说那些不会说话的人啊！我是说那些，欢迎爱曲布的家人们那个进入直播间啊！感谢那个加入直播间，给那个曲布那个爱曲布的家人们，给曲布那个点点赞啊！什么叫王菲开除是对的？你有病吧？什么叫开除我是对的？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吧？对不对？
那个叫什么？你们那个你们小黑粉你们那些小黑粉先说一下我做错什么了，对不对？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那个上班都是那个早上让我几点上班，我就直接是提前去上班了的。我是想好好的去上班，然后那个王菲的话，对不对？那个王菲的话，她直接是无理由什么也没说，就直接把我给开除了。我现在真的是气死我了，你害阿美还不够吗？我害他吗？我害那个阿美了吗？对不对？我害阿美什么了吗？对不对？那个阿美是我的妹妹嘛，对不对？我是她的曲布哥，我又没有坏她，感谢那个爱曲布的家人们送上那个小心心。啊，我真的是服了，真的是平白无故就把我给开除了。我现在我祝那个王菲的那个公司早点倒闭，真的是祝他那个公司早一点倒闭，祝他公司开不了。他那个公司的话，最近把我开除的那一天，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王菲他们那个公司所有股东他王菲的那个公司，他们那个公司所有股东都对那个王菲说一些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祝那个王菲嘛，王菲她那个公司早一点倒闭，我真的是，不然的话，我真的是服了，平白无故就把我给开除了，啊，我真的是服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嘛，对不对？啊，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现在是那个开一个灯。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不要再说我是什么，小小的狗，什么什么的了。我不是说，我不是说那些所有人啊，我是说那些那个小黑粉什么的啊，我是说那些小黑粉。那个直播间，刚才有人说连麦什么的，你要连麦是不是？你要连麦是不是？刚刚那个直播间有人说连麦什么的，是不是？刚刚直播间有没有说要连麦什么的？刚刚直播间有没有人说要连麦什么的？哎呀，上个厕所回来。我告诉你们那些小黑粉，不要在我直播间乱说什么的。再有一个那个说什么小狗，我看见一个我就踢一个啊。那个王菲，我真的是要气死我了，我现在我要气死了！
刚刚那个直播间，你直播间里有人说要给我连麦什么的，对不对？刚刚那个直播间有没有人说要给我全部连麦的？刚刚有一些人说，是不是要给我全部连麦？你们连麦准备要说什么？要给我全部连麦的话，需要那个送一个那个送一个万象烟花，送一个万象烟花就连麦哦。啊，我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连麦的人吗？那个刚刚直播间里面有人说要跟我连麦什么的，连麦你就发一个那个辣妈烟花啊，发一个那个辣妈烟花，我就直接连了哦。辣妈烟花，辣妈烟花啊。